今天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清凉爽口、好吃又下饭的凉拌裙带菜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把裙带菜改刀切成咕噜，黄瓜改刀切丝，胡萝卜改刀切丝，香菜改刀切段。裙带菜摆入盘中，加入胡萝卜丝、黄瓜丝、香菜段，一勺蒜末，一勺小米辣，再放了一勺花生米，一勺生抽，一勺陈醋，咸鸡精、白糖，能吃辣的放了一勺辣椒油，不能吃辣的再放了一勺。趁着屋里没人啊，用你发财的手，咱们给它抓拌均匀，摆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。小伙伴们，抓紧做起来吧，清凉爽口，好吃还下饭。